这个自拍棒为什么会自己闪光，会有这种蹦迪的感觉？我刚刚终于把这个灯给关掉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会亮。这个自拍杆真的很可怕。好，这里是九月，欢迎大家又回到了这个比较无聊的频道。哎呀，我妹妹呢？今天的视频主题是这一个，锵锵锵锵，收到了 B 站爸爸的这个盲盒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被 B 站抛弃的 UP 主，抛弃的。B 站爸爸短暂的爱了我一下，现在也很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锵锵锵锵，看看是什么东西。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人参一串小电视，地狱美食系列的徽章年糕款。拆开来看一下，对，就这样子的一个小徽章，挺可爱的，而且方形，好像外面还挺少见的。然后是这个。这是什么牌子？原谅我，其实我不是很懂牌子。哦，它有欧珀莱，是一个防晒液。防晒其实我每天都用的，就是不管春夏秋冬，我都还是会用防晒。资生堂，它是资生堂的吗？感觉还挺水润的，因为我的生活必需品是防晒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用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个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了 DHC 的一个卸妆液，这么小。这个盒子里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一个30毫升的一个，但是这个我家里有，它是一个眼霜哎，看看是什么质地的，不过眼霜我用的少，今天这个拍摄的时候，因为下面有个灯，老是会自己闪，就很奇怪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粉底液。天哪，这最近的这个光好吓人啊！这个自拍棒真的很可怕，我下次不用这个自拍棒拍了，它的灯会自己亮，好吓人。它挺薄的，我估计看不出来，我估计这个光的关系估计看不出来。然后这次 B 站送的东西都还是比较实用的，怎么又亮起来了？就这个自拍杆跟我有仇，就是我想让它亮的时候它不亮，不想让它亮的时候它就会自己亮。这个自拍杆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，太可怕了。徽章，我觉得这个小徽章还挺可爱的。那以上呢就是这次 B 站的这个盲盒的所有内容，好像有点水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 B 站爸爸送的这个盲盒。然后双十一也快到了，今年双十一也不准备买什么东西了，主要是因为穷。这一期非常水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真的是超级水的一个视频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感谢 B 站爸爸，谢谢 B 站爸爸。下一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个痛！